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再度收看飞跃十倍速的节目，我是运达投顾蔡宜章。那么今天是礼拜四哈，就是台风季节过，台风的这个两天假期过后之后的头一天开盘了。好了，今天台盘呢涨76点了，今天台股啊是相当有精神的，我们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了，开高走高。那么今天高点来到9303了，当然也突破了上礼拜的高点了，就是9290了，那进一步的往上创新高，来到9303了哈，啊，就越走越高上去了哈。那么台股能够这么强劲的带等势哈，再度的展现我们这个强劲的多头啊，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展示啊。当然事出必有因啊，台股能够今天走出这样的这个步伐哈，走出那么强势的一个步伐出来的话，当然是有原因的。过去这两天呢，就是梅基台风的过境嘛。每一期台风的过境，我们当然透过电视新闻画面也知道，就是南台湾受到蛮大的破坏哈，淹水的淹水了哈，倒的倒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台湾的科技或者是金融的重镇是在北台湾，所以呢，假设台风过境，你就看北台湾有没有受到创击，就知道大概盘会怎么开了。透过新闻画面，我们知道南台湾受到破坏了，但是问题是北台湾是还好哎，是算还好。既然是还好的话，等于是安然度过这一关，所以台股呢今天当然要开高走高了，这是一点呢、啊。那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在过去这两天呢休市的过程当中呢，当然国际的股市是不打烊的，甚至人家都还往上走，尤其美国的股市道琼也好 ，Nasdaq 或者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，马斯克累计起来的话是往上收高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我刚刚所讲的，就是。哦，事出必有因，人家就这样子走法，然后呢，北台湾又没有受到重大的冲击，所以台股今天就开高走高了。我们各位看一下这画面啊，不是上礼拜啊，前两天的时候在台风之前呢是开低走低的，今天呢过了台风之后呢开高走高，突破前部的高点啊，是相当有精神的一个走势啊，相当强劲的多头的展示啊。我们各位看一下啊，今天传出去的第一道讯息啊，其实算是有预测一半的哈，我只能够讲说一半的正确啊。但是呢，即便是一半的正确，我还是要拿出来给各位看哦。我们现在看到，就今天是9月29号哈，套在被动傻傻的昏沉到会员手上的哈。台风休市这一段期间呢，美国的股市累计是收高的，而且平均来看的话，台湾算是安然的度过这一次的风灾。好，虽然南台湾还是重创哈，但是北台湾还好哦。所以预期台股今天是开高，而且可以反弹的。这是今天早上8:36的讯息哦，是开高可以反弹的。但是我后面这段话来讲话不完全正确，虽然是不完全正确，我还是拿出来跟各位探讨哈。就是说，我认为说成交量恐怕还是算少的。坦白讲，今天成交量不算太少，是878亿哦，不算太少。虽然比过去比起来来讲的话是有多出了一点了，但是整体来看的话都还算少哈。啊，不管如何啦，反正就是说哈，这个地方的预测不完全正确哈，还是拿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哈。成交量很少，无法出现大反弹，而灾后重建股应该有所表现了。那凭良心讲哦，这丢来讲哦，就是我刚刚给各位谈的哈，就是给各位看的哈，不完全正确，但是呢，确实也对了一半。没有完全正确的地方就是说，我认为今天会反弹，但是呢没有办法大幅度反弹，但是台股却是强劲的反弹了啊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哈，我预测正确的就是说台股今天会开高而且反弹上来，这点是没问题的哈。好了，各位一个公道等哈，我话再讲回来啊，就是说今天台股的确表现的比市场上的预期，或者是说比我原来的预期还要来得强。那既然能够走出那么强的话，我们就做出了一些相对应的动作。你做每当讲回强，啊，咱来怎么徛观山，可别小谈，没比赛呢，就是不能在那边观望了。今天台股呢，也不能说我们浪费这种好行情了，因为台股再怎么说，今天台股是创新高的，而且最高的时候呢，涨到9303，还涨了108点，今天的确是有行情的。啊，既然有这种行情的话，我们就不能浪费，也不能辜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在9月29号，今天早上哈9:34的时候，高量上下吸分的时候，我们出手了。
宏达电目前就是88.3市价获利下车。我们不计这种价格了，我们就是要把它做出一个调节的动作，市价而且是获利下车的，到底获利多少呢？你等一下帮我算一算。那么这是今天早上9:34的，事实上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下画面了。今天最高台股最高是在10:30左右，10:30之前见到最高，但是我们在9:34的时候做出了宏达电下车。但是你看一下哦，我们再把这张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是今天宏达电的股价的表现。今天最高其实宏达电就出现在9:30过后这段时间，10:30的时候呢它已经没有更高了，那当然就不用去讲后来收盘它收得蛮低的。所以呢它今天如果看宏达电的股价来看的话，今天最高出现在9:30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讯息出现在什么时候，尤其高调杀西昏。现在给各位看到的这一张其实就是给会员看的，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这张就是本来就给会员看的，只是我把它印出来然后来这边来跟各位分享。这9:34的宏达电88.3，我们看到88.3市价获利下车。那各位看一下今天最高是多少，88.8，88.8在这里，好，就在这个点，这个尖尖的地方，尖尖的地方就是88.8。我们看到完之后呢，当然股价就没有再进一步走高了，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设定在88.3的时候呢市价获利下车。那当然是出得非常完美，非常的漂亮，因为呢88.8之后也没有更高了，就在这个地方没有更高了。所以假设如果说你自己在操作的话，可能10:00过后你想卖出，拍谁没有更高的点了，因为最高点就在这个圈圈里头了，最高就是圈圈里头了，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在出股票的时间了。或许有很多人在挤进去在买股票啊，9:34的时候你可以接到我们这个讯息啊。所以假设你手中有宏达电的话，你今天就卖出去了啦，明天再各位管天你到底几了啦，明天如果要更高的话，那有老光金有帮人谈了，反正我们探高价我认为是可以的。而且今天成交量是的确有放大了，而且今天再来看的话，我们看宏达电，我看一下电视的画面了，你看看这个地方哈，在9:30过后发动攻击的哈，你看一下哈，我们就把时间点移到那边去哈，你可以看到，从9:24的时候85块钱忽然之间发动的攻击，85、85.1、85.2、85.3、85.3、85.6、88.8、86.1、86.3、86.4、86.5，你看它跳得蛮快速的，86，然后跳到这边来讲到86.6、86.8、86.8、70、87、87.1、87.3、87.5，吼，跳得蛮快速的。当你跳了如此快速的情况之下，你可以看到88块的时候300多张了，亲爱朋友，毫无疑问的300多张表示散户挤进去了。你之前如果真的是够聪明的法人来讲话，早就已经进去了，不会等到大家来买的时候呢挤得300多张，这绝对不是法人单的啦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就看到88块钱之后呢，我们就准备要出场了。所以你看到88块跳到88.8，时间只有多长，1分钟，这绝对是散户单。所以我们才会在说实在啊，就是你要身为一个老师来的话，你要走的方向不是跟众人的方向是一样的，这样子才能够配为老师啊。如果说大家都一样的方向来讲的话，阿里亚被卡进去，我嘛错你去卡进去啊，全部的大家都一起挤进去，请问你是不是变成追到高价？假设你这个地方追到这个88块多的话，你今天收盘86块，这差就追呢，这点我的差能扣啊呢。你看我们是出在这个地方了，就9:34了，是跟你方向不一样的。你挤进去的，你追进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刚好就准备下车，9:34下车。我特别把这张留着给各位看，让各位能够了解，身为一个老师，绝对是跟你所想的是不一样的。人家在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做出一个试驾或者下车的动作，好。啊，来看好看好哈。那这个股票呢，当时呢，我们是从智邦调节掉转过来的。其实我跟各位讲过很多次了，我们任何一档股票的买进，其实就是因为有另外一档股票的下车，钱一定会进来嘛。你另外一档股票的下车，是不是钱一定会进来？钱进来之后呢，你就有这个钱去买下一档股票去了。好了，当时我们就把智邦这档股票呢出掉，那转接到宏达电。
所以再赚再多也不厌倦。我当时也跟各位提到为什么买宏达电，这个理由都跟各位讲过了。宏达电本身有一个 Vive 狂销40,000台嘛，那么射击游戏 Raw Data 呢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。好，这个都跟讲过的，叫9月21号。那你现在看一下智邦当时怎么出的哈，你可以看到这一张是9月13号，我们买智邦的时候，这是买进的时候，9月13号买进，买这一条红色的线，震荡之后呢拉高上去，当天收盘来看的话就已经赚到价差了，这9月13号。好了，那9月13号看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看到9月21号我们出的智邦，好，出了智邦收工落单完。那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顺便看一下哦，第一点毛你看一下这个智邦这样子有没有价差，有没有获利价差，表示我们真的是赚得很结结实实的，很结实哈。9月13号进去，9月21号出来，这几天的时间，1、2、3、4、5天的工作天哈，下车的智邦之后呢，那刚刚不是提到了吗？下车智邦呢，就是转接到宏达电，对不对？转接到宏达电哦。好，那你先，这是第二点的哈。我们现在看到，那智邦出去之后呢，到目前为止啊，智邦跑到哪里去，你知道吗？您看一下这一个股票就知道了。我们在9月21号出场的，在这一天。你再回头来看嘛，就9月21号嘛，没错吧？而且你也非常清楚，只要不管任何一档股票出掉，就整个这档股票就出得干干净净。9月21号出掉，9月21号出掉，后来呢，智邦就溜下来了。所以你看我出得多漂亮，好，出得多漂亮哈。好，这是第三点给各位看的哈。智邦出掉之后呢，转接到宏达电脑，各位看一下哈，9月21号进去的，好，智邦是在9月21号出来的。然后宏达电就9月21号进去的，然后今天呢拉高到88.3块，我们下车了，最高是888，我们在883下车的。那亲爱的朋友，你看一下这几天的时间也是一样，5天，智邦几天？1、2、3、4、5，5天，换到宏达电也是一样，1、2、3、4、5天收工落袋为安。亲爱的朋友，会让你股票抱了很久吗？不会，而且都有价差的、哦，你自己看一下。这个价差的幅度，这个价差的幅度都有的哦。那你说台股呢是在整理也没错，忽然高忽然低的，但是呢至少我们是确定的在让你有获利。OK， 而且更何况是获利下车，是实现了落袋为安哦，实现获利哦，之后再把钱转接到下一档股票，继续个谈落去。这样子来讲的话，不会让你慌慌张张的，还要另外怎么去找钱呢、啊？干嘛？这就是很啰嗦的动作。因为毕竟我们下车之后呢，你钱就进来了，然后再去买下一档股票，阿来谈，是不是较简单呢？好了，那下一个阶段回来的话，你会看到还有其他精彩的股票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。三，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韵达夫妇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，立即搜索飞跃十倍数或扫描 QR Code 加入，让您掌握标股获利加速。02-2781-091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，立即搜索飞跃十倍数或扫描 QR Code 加入，让您掌握标股获利加速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，一个疏忽，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。
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，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，像是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意识不清、持续呕吐、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、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。出现这些症状，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，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。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，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。各位同志们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刚上个阶段呢，听到我讲到就是股票的转换了。事实上呢，就算你不是我的会员也没关系，因为这段日子以来的话，你看了我们的节目一段时间了，你也知道我们的所有的股票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买进卖出之后呢，才会转进到另外一档股票去的。好像刚刚所谈到的，就是先卖掉智邦，好获利下车嘛，然后再转到宏达电的。而宏达电是在今天获利下车的，出得还蛮漂亮的，你自己看得非常清楚了哈。而宏达电下车之后呢，我们当然股票就是必须要披星戴月，就是赶快赶到下一档股票去了。那下一档股票呢，我们今天真的有买到另外一档股票去，以收盘价来讲的话，当然是又在获利的。那也许我们在明天有时间的话，再来跟各位谈，我们今天宏达电到底转换到哪一档股票去了，一定会谈的。我相信也必然是会获利的，因为今天收盘价我们在获利之中了哈。各位看一下，这是嘉联益这档股票在9月23号下车的，也没有多久啊。今天是9月29号，台风之前下车的哈。嘉联益下车的时候呢，是挂20块7获利下车。那时间在1:20的时候，我们挂20块7。那各位看一下，这为什么跟各位讲到这档股票呢？因为这档股票下车之后又转到另外一档股票去了，所以我必须要从嘉联益来谈起哈。下车在1:20，那你各位看一下，当天的股价的确在。最高就是出现在20块7，而且在最后尾盘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可以出得掉，是事实上绝对没问题的20块7。哦，20块7，1:20的时候，1:30收盘嘛，那么你1:30收盘之前，你已经收到讯息的啦，20块7就卖掉了，因为收在就收了当天的最高价20块7啊。好，这是嘉联益，那你各位看一下，如果说用图形来看的话，哈，有没有赚到钱？你赶快抖音，你把怎样？我探及不探不探及，你看看抖音，你嘛怎样哈？那你先看嘉联益，如果说以这档股票，因为经历过了2-3天了哈，我们各位看一下哈，今天收盘是20块8，那我们卖在20块7，23号卖在20块7，今天收盘20块8是也是一样尾盘拉高起来的哈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卖掉。当然，如果说今天20块8比我们卖掉的20块7要来的高了一点点，没关系，老瓜进有反弹，因为。安内姆卡表示说，我只叫你落袋为安了。而且更何况，如果说跟你讲说我们出掉2分之1，然后后面2分之1继续赚，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我做不来的。卖掉就把这两股票就清掉了，要不要各位 KTV 我管他也是一大代志啊。那个就是留点钱给别人家赚了，因为我们有赚到我们该赚的部分，那是最难能可贵的，而且是最有必要的部分啊，懂吗？卖掉嘉联益之后呢，我们都看到这9月23号下车的哈。卖掉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哈，就是9月26号，因为24号、25号是礼拜六、礼拜天，26号是这礼拜一，也是台风之前哈。好，各位看一下，我们当时在9:52的时候呢 ，F 精密这档股票呢挂44.85卷空避险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看我的节目一段时间了，你看到这个地方不是写的所谓的高级分析师多空大概能够赚。不是只会做一个方向，做多那当然没问题，做空也要呢，也要能够呢，因为坦白讲啊，一般的投资人或者是一般的散户对做空是比较没那么熟手的，不太熟啦。啊，但是问题是讲啊，空头来的，空头来的怎么办呢？你怎么能说我只会做多啊，不会做空？啊，空头来的话啊，大家细瞧瞧，没事那几啦，不能这样子啊。更何况身为一个老师来讲的话，人家如此的信赖你，加入你了。就是希望说多头的时候帮我多赚一点，空头的时候也帮我少受伤一点，起码这样子的一个卑微要求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说多头来的能够赚很多，空头来的照样赚啊，这个老师真的是难能可贵了。那如何在空头的时候能够照样赚呢？那表示说因为他会放空，而不是只会做多，多头本来就靠做多来赚钱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，但是问题是
空头来的时候呢，你不能靠做多，光靠做多，那做多说实在的，就算你不受伤，恐怕还是少赚很多。所以呢，基本上一个老师就是要会做多，也要做空。不是讲问这多阿北塞无做空啊，阿北塞敢做空哦。像今年的行情从，尤其是在520之后，台股呢从8000点一直走到现在，已经走到9000多了，不对吗？走那么多了，如果说你一味只是做空的话，你这段行情1000多点的行情，你不用算赚了啦。好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找个老师是不能死多，也不能死空，绝对不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给客户看到，不管是我们从这个什么智邦的下车换到宏达电，这个两个都是做多的。宏达电我今天下车之后呢，转到另外一档股票去，啊，那档也是做多的。而且这段路以来，好，我们其实大部分的股票都是靠做多的赚钱的。好，那么刚刚你看到嘉里哈下车也是一样做多的嘛，做多下车的嘛。但接下去的话，你看嘉里换到另外一档股票去做空了，那各位看一下哈，这是做空了，净空避险。9月26号就台风之前那一天呐、啊，我那这节扛多嘞，扛多扛得起。你看啊，这9点52分哦，你看啊，后来跑到哪里去了？我们空在哪里啊？你自己再回头看一眼啊，44.85，收盘的时候44.4啊。这是台风进前啦，高位你找的好好啦哈。出价一转空到 F 精力，啊，管它大盘涨或跌，就是要赚。你要晓得，如果以当天大盘来讲的话，左下角我们稍微拉近一点，左下角就当天的收盘是跌这么多，跌这么多，那当然我们就顺理成章的用放空的方式来应对了。所以我们把嘉联益多单获利下车之后呢，转空到 F 精力。那当天空的44.85，收盘在44.4，坦白讲也没有赚多少。但是呢，当天我在解盘的时候，也还是拿出来跟各位谈。嘛不是讲黄了了无讲呢，嘛是甲各位讲呢。虽然是赚无多，嘛是甲各位报告安尼。好了，那过完台风哈，27号、28号台风速速给哈。贵红摘贵掉哈，29号就今天礼拜四了哈，你可以看到它今天股价继续往下掉，台股涨了多少？你自己看左下角，台股就这样子了。啊，那但是伊是啊落落啊，唔是个继续落啊，跌了百，唔是跌了百哈。台风进前收盘44.4是哈，伊今仔个跌落偌济，个多好跌落1块多好，收盘那边来到43.4是，我看你44.4.5啊，收来个43.4是。那从账面来看的话，我已经获利1.45块了，安、啊、那已经3.23%了。透过计算机算一算的话，3.23%了，当然继续给它赚下去。这档股票还没回补，我只是拿出来跟各位谈了、啊，因为毕竟有时候股票就是要做追踪嘛。当然，对自己会员来讲的话是无可避免的，而且是责任责无旁贷的，一定要做追踪。但是有时候电视上来讲的话，我想也能够做一点追踪。让各位能够了解，我们做股票绝对不是今天买了啊，或卖了啊，就是啊，后面就无影无踪了。让各位能够像连续剧一样把它看下去，至少你在这个台风之前，你也知道是说我们那个什么巨邦下车啦，啊，你也知道我有宏达电啦，哦、啊，我今天下车了，就等于说把宏达电做一个 ending 啦、啊，做一个结束啦。宏达电下车之后，能转到另外一档股票去继续做多，以今天收盘价还是赚钱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好像一个连环计这样子哈，不断的一计一计的做上去，那当然就赚钱就不断的连环的赚上去了。那另外来讲的话，就是刚刚看到智邦宏达电之后，你就看到这个是嘉联益在这个前两天也是下车了。那在台风之前，我们有变成放空到 F 精力了。那你今天来看的话，大盘涨那么多，它今天经历的是连个1毛钱都没有多啊，然后就是往下掉，收盘还是收黑的，跌了1块钱。那所以呢，就变成我们扩大获利了哈，这档是扩大获利的。看到目前为止来讲话，你可以看到几个结果啊。看到蔡一章呢带会员制造了几个结果，当然是获利落袋为安，常常在做。第二个的话，落袋为安就是转换到别的股票，也常常在做。第三个来讲话，你会看到我股票出掉，就是一定把这档股票出光，不会留二分之一，留三分之一的，这是我的原则，出掉就出掉了，还留二分之一，留三分之一在干嘛？第四个你会看到我做多也在做，做空也在做，那第五个你会看到啊，做多也能够赚，做空也能够赚，所以当我做空也能够赚的话，各位可以放心了。为什么说可以放心？你知道吗？
这表示说台股呢，万一呀、啊，我在讲万一啊，哪一天突然间又变空头了，你可以很放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加入的蔡宜章老师，他会放空的，他做多也在做啊，做空也在做啊，是给你看的一个非常放心的老师，就是他做多做空都能够让你赚到钱的。所以哪一天呢、啊，万一台股又空头来的，你管他，反正我就是照样赚你，带你去赚钱就对了嘛，哈。好了，这个我就不厌其烦的再多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哈，因为最近还是有人在问啊，费叶家族跟十倍数会员什么不一样啊？一样的提醒各位，中高价位的股票你喜欢操作的话，帮你选择费叶家族；你喜欢操作中低价位的股票的话，帮你选择十倍数会员。反正都是我在带的，请您放心。啊，有人讲，也会做中高价位，也会做中低价位，都没做，啊，不要紧，请你很放心的来挑选超级双响炮，这是目前呢、啊、询问度最高的，询问度最高的就是超级双响炮，啊，你可以打电话主动进来做询问了，啊，电话在哪里？就在广告里面了，好好的把握，祝福您的，也祝您股票操作顺利，谢谢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脸书社团成立了，立即搜索飞跃十倍数或扫描 QR Code 加入，让您掌握标股获利加速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轴轮精细的刻痕，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；不分昼夜的运转，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。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，斟酌每一个环节，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。因为珍惜托付，所以全力以赴。韵达投顾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北都 Happy Net 超值优惠双响炮，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，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.3元，违约补偿最高2000元，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。149台全数位频道，68台 HD 高画质频道，搭配新时代光纤标网，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。第2到4个月搭配30枚，最低每月只要399.3元。第5个月起，数位有线电视搭配30枚，每月只要690；搭配70枚，每月只要790；搭配120枚，每